好，有没有 amazing？ 中了吧！我叫你这种幸福会降临在我身上，有带来你的个人的小礼物吗？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。你好像没有很爱，我很喜欢。嗯，带回去哈。上辈子是烧什么好香啊？真的，应该香都吃完了。这种单元可以上，完全就是修来的福气啊！老师如果让你有吸引力的话，这个课就上下去，真的，真的，而且那个科目会念得特别好，分数会特别高。小钟哥那时候最喜欢什么科目？英文，英文，因为我的英文老师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我觉得长得超正，很像黄祖贤那种感觉。而且我的历史老师，我包含到现在，你们看到他可能还是觉得超正，正妹，真的，我有带照片来。这是两个月前他来看班，两个月前我在录影的时候他来看班，他乱哈十几年，真的啊，真的，我国中的历史老师，神正哎，太正了啦！现在的照片，到底太过分了啦！而且他现在的小孩已经八岁了。我最喜欢的课就是中文课，但是这个是长大之后，长大之后哇，我中文那个老师，我请他帮我教一些注音符号。你中文老师不是达摩是吧？不是，没有啦。博士，奇怪，怎么大家都日本腔啊？不是，他是教我一些基本的中文，一些注音符号，好正哎！所以我现在中文就是非常好。我印象当中，应该那个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教公民的。哎，博彦，我最喜欢的数学老师。我以前国中数学老师好漂亮，身材高挑。是因为其实大家对老师都有一个幻想嘛？对。今天五位请来，我们当然也安排了很棒很棒的老师。哇，太好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今天有意义的，对，你们五位都未婚，都单身，单身，单身，对，都有机会。五位老师，正妹老师，通通单身，我们查过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年龄又相仿，真的，今天我好好选一下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来，哎，怎么样？你帮我主持一下。一元就在这里了，宪哥，哦，坐这里太爽了嘛，宪哥，今天我们拿。这边联谊，而且是跟老师，而且都是名师，对，而且听说是制作单位精挑细选，真的精挑细选，我们都看过了。上通告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手机不要偷用手机，留电话了，看你心呢。好了，让我们留级生坐好啦。后来，对，首先就先让大家来初次见面喽。那当然不能让你们马上看到他的真面目，用影片来给你们感觉一下。五位一起看哦。好，最后依照资历，你们可以来选择哦。好，我会跟你们讲。请看他们的教学影片。哎呦。哎呦！哦，吐了吐了！哇，这眼睛好漂亮，大眼睛，这不得了，吹吹好厚，这应该是网拍名模吧？哦，握手摸手，真的是挑衅啊！哇，牙齿好整齐，啊，加油！哎，我有酒窝，太神了吧！哇，这很正哎！怎么那么短？怎么那么短？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哦，国高中作文老师，我最喜欢写作文，体重48，单身半年，还在过情商的时候，可以 OK， 单眼皮，个性温驯，这他喜欢的哦，这他喜欢的择偶条件，择偶条件，他喜欢的，但是他就对温驯。看一下第二号，第二位美女老师，有这个，哦哟，哇哇！靠太近了啦，破表了！这真的是老师吗？真的是老哇哇哇！你这哎为什么？靠，那考太近了！老师太主动了吧？哇塞！哎，这主动的好了，那个只是那个是样板学生。不学老师，哎，这个陛下找我们拍嘛？身高174，哇塞！我187是跟我最配的。不知道年龄哦，才教了4年而已。教4年，但是他单身5年了。哇哦，择偶条件喜欢眼睛不能太小，有运动习惯，个性阳刚。眼睛不要太小，这个是适合我，因为我眼睛比较大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哦。没有，你这个是甲状腺亢进。真的是的。哦，来来，第三位美女老师。第三位。哎呦！
这个腿。蝴蝶姐姐了嘛，凯乐嘛，哇！凯乐态度，什么角度啊？这怎么拍的？哇靠！哎呦，还吹气啊！是啊，我必须。哦，所以这一定是英文老师。他跟你是他讲 office， 我们连长 coffee，coffee，only。目前资历只有两年，身高161，体重45，单身3年了。他喜欢有上进心的，不能比他高，他才161嘛。不要比我高了，吓一跳。161还不能比他高，吓一跳。那只能跟武大郎交往啊。要比他高，但不能太瘦。不能太瘦。太瘦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可以，人人有机会，个个没把握。哎，听怎么前面三个都好菜，目前这三个看起来都很优哎。有有，全部都有。四号老师，四号老师。哎呦，又是长发美女哦，爱的小手啊，指甲，她是真的爱的教育，她鼻子很漂亮哎，去哪里找的？打我打我打我打死我都要啊！打我打我老师打打怕死打怕死打我打我！哦，这个感觉很辣，很好，我们认真的，比较重哦，比较重的老师，今天没有雷，没有，我们是认真的，今天认真，他是数学老师，而且身高173，来这种单元就很担心，怎么样？因为他过去来讲，等于演艺圈的扫雷专家，对，有雷，通通我都包办的。吓一跳，如雷达人，资历又浅又是谐星，什么雷他都要吃了，怎么会这么可怜？那今天这个呢？哎，他173公分，56公斤，单身半年而已，可是他喜欢身高够高，会运动，还要会唱歌。哎呦，徐锦江了，徐锦江最后一位，排第五位老师。哇哇哇！那个哇，哎，那樱桃唇形，啊，好可爱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哇，你看他眼睛哇，哎呦，这头发很漂亮，哇，他的下巴，哇，下巴漂亮，长哦，屁股下巴，哇，还会弹钢琴，屁股下巴是天使的指纹哎，他是芭蕾舞老师，哎呦，还一身藏不露啊，好的，天大妹妹，还会有雷吗？我跟你讲，嫩 Q 的最棒啊，对，他身高160，然后呢，单身半年，只要求比我高，个性契合就好。哎呦，会跳芭蕾，这个很随和啦，最好相处了。对啊，哇，你看今天这五位都是很正的哦，好开心哦。你们没选一位，我们就稍微让你再 view 一下，好不好？大根，你可以先选，但是因为你之前。所以只要有前辈要顶你，就要交换礼物。我想选那个国文老师，哦，你是教作文的，因为一是我国文不太好，二是他喜欢单眼皮，他自己记得一号。我要选的是那个英文老师。哦，你英文不好吗？没有，因为他是学英文，说不定我们可以结婚，一起搬回去美国。他已经会讲英文，对不对？哎 ，Hello， 我们今天只是交友，你已经想要搬回美国来结婚。不行吗？那可以啊，可是我也想要选一号哎，那我先选芭蕾好了，因为我真的喜欢那个跳舞的筋软。135，135，我演有要点吗？我想选跟杜丽一样，我选英文老师。英文老师，抢快抢我的，抢个菜嘛，对不对？杜丽没有，可以重选，可以选那个四号，好不好？四号，爱的小手那个，对对对，爱的小手，所以是数学吗？来来，数学老师，小钟哥，对，又是漂亮。二号没人选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那就让他先空着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样子？我就是要 English teacher。第三号，三号，等于博彦要重选了。我要选二号了，那我选二号好了。老师贴很近的那。那刚刚 Q 一号的呢？就我们大根了嘛。所以大根你就直接来吧，我们就见面了。哦，好，相见欢，好不好？一号国文老师已经来了，闭眼 ，Call your eye。哇！年轻哦，站这边，在那边嘞，哦，你过去，大根 ，sorry， 你被排挤，谢谢，哎，那个小新老师，小新，叫小新，你声音好，声音好，声音好，哦，老师是教国文的，国文老师，来，两位现在可以见面了，一二三。老师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小新你好，我是大根。我知道，一大一小，小星星，大根根，小明星，大根班，小明星，没有这么快，没有这么快结婚啊，没那么快。
交换礼物，交换礼物先嘛。那我这边先好了，我送你一只爱的小手，谢谢。因为呢，我希望在老师的心目中，我永远都是那个学生。我有什么不对，你就揍我吧。哦，我现场可以让你揍一下，真的揍一下，揍一下。老师，我错了。好，来，我帮你。爽你！这边这是我的小礼物，比较丰富一点，对，惊叹一下，来打开打开。哇，这个是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那个写作讲义，那封面有我，所以希望你可以认真的，对，所以希望你之后可以认真的学好国文。哇，好，里面还有哎，还有还有还有，这是暖暖包，因为天气冷了，所以希望我可以是你的暖暖包。你这爱的小手给我，你妈这什么烂东西？我这个是因为老师的工作可能会需要，但是老师的声音很好听，他说他会模仿卡通人物，教国中小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平常都还蛮喜欢看卡通的，对，所以就有时候会融入一些卡通人物的声音来上课，听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环，欢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，耶！OK， 没有包袱，而且回去可以一起研究模仿。他讲了一个，你就要呼应人家。国人好，总而言之，我就是班长王伟。他们的王伟班长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谢谢，高兴一下，老师先坐喽，老师请坐，谢谢。二号是博彦，博彦来吧，来哦。二号老师他是什么资历？数学家教，而且身高超高174公分，刚好，对，刚好很配，对，但他不，现在还可以看。眼睛不能太小，我眼睛完了，不会，你惊吓做惊吓状，但是你心眼惊吓状，对对啊，但是你有拍过广告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黄金奇异果嘛，金圆头嘛 ，That's free， 好来可以，好了，变金变金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老师二号出场，欢迎二号老师，数学老师。既然梦大食物中线，预言小中幸福即将来临。有一天竟然做了一个梦，其中一个就是小钟，另外一个就是新娘。上一次做这个结婚的梦是谁？谁？侯佩岑形容那个人的长相就是他现在的老婆。所以你梦到小钟哥，表示好事。然后坏了，穿的是一个欧式的婚纱，老外的这位英文家教，英文 teach， 哇，他是在欧洲留过学的，小钟哥的最爱，好，有没有 amazing？ 哇，中了！我不相信这种幸福会降临在我身上。老师二号出场，欢迎二号老师，数学老师。Vanessa， 你好，你好 ，Vanessa 是不是？对，是是是，博彦不是闭上眼睛，他是正在研究耶，他很期待，他很期待，颤抖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眼睛不能太小？就优生学嘛。哦，喜欢眼睛漂亮的啦，那像我这种一定爱死了。牛眼，性格很帅，然后又双眼皮，牛眼，我一眨眼睛你会受凉哦。不是，不是博彦要配对吗？他们已经选好了他们心中的人了。哦，他们写好了。对，你要跟他比狗，你才有可能的。天哪，博彦，好了，哎，好，准备看看你的 Vanessa 老师。好 ，Vanessa， 二三，哇，哇个屁啊！哇，你是看脸贵哦，好客套。哇 ，Vanessa，say something。哎，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站在老师的旁边，觉得老师走下来的时候有一股法香，让人家觉得就是闻起来那个味道是很清新的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那老师为什么单身那么久？因为我其实家教老师，然后就是我有正职的工作，然后我下班之后去家教，所以就比较忙。我比较忙，对，交换礼物啊，礼物拿出来。我的礼物是因为我希望，我说老师都会有职业伤害，就是粉笔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真的一个比一个烂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什么？芭比他送黑口罩，你看，送口罩，他还送一个口罩。请问那个一个多少钱啊？还比我那一把？那是卖一盒的，没有单卖。卖一盒的，没有卖。
一盒都放。我也，我真对你太失望，你送个口罩，对对，还好。Vanessa老师这边也不遑多让。那先把它收下来吧。好了，就只是防粉笔灰而已。那你要送他的是？是我之前去英国买的明信片。哎呦，完了，完了！哎，这漂洋过海，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。对，价值不菲。对啊，等于买不到的。那我这种算是你理想的情人类型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还可以。那我觉得我先回去做好。不要自暴自弃吗？人家已经讲的还可以，对啊，讲的挺好的。悲观的，人家说我对我就是要你吧，因为人家让老师，他喜欢有运动的。女生会含蓄啊，不可能一下说我爱的运动的，运动的。篮球打多，最会的就是运动了。对，对啊，篮球打很好。这有篮球吗？借一颗。等一下，他没有篮球，拿一个沙滩球。哦，有啦，转球啦。好了，转球转球就够帅了。转一下，转一下。这可以这样子。哎呦，真的会，帅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哇！哎呦，花样篮球。哎呦。对，帅，不错不错，帅了。OK， 好。哎哎，老师是笑眯眯的。哎，怎么比中指啊？老师很高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二号老师，谢谢本来的。哎呦，三号谁选？我选的。小钟哥，小钟哥，来来来，其实很期待，我们那个留级生。三号我特别期待，因为我把两个这个后辈干掉，对，才争取来的，用资历换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有一天竟然做了一个梦。哎呦，什么梦？我去，然后哇，张灯结彩，好热闹。然后先哥先哥，然后请我就坐下了。我说啊，干嘛？前面还有一个舞台。嗯，不一会儿就在我面前舞台上走出来两个人。其中一个就是小钟，另外一个就是新娘。啊，你有看到新娘的样子吗？新娘有脚吗？有有有有脚，模糊。问一下嘛，我冥婚啊！问一下，整个很模糊，嗯嗯，整个是模糊的。哦，就是我很清楚，新娘是模糊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你。但是我上一次做这个结婚的梦是谁？谁？侯佩岑。结果我就跟他讲，他说啊，真的，你赶快告诉我那个人长什么样。我就形容那个人的长相，就是他现在的老公。这太神了吧！哎，这里有外来的，你惊喜啊！又不是噩梦，人家嫁出去了。裙子拉低一点，你裙子拉低一点，他刚吓一跳，整个腿抬起来。没有。没有了，所以你梦到小钟哥，表示好事情了。然后快了，前几天，而且是在北京梦见的，所以可能要再梦个几次，那个轮廓会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看得出来。对，你是想让他睡得多不好？我是专门来帮你解梦的，知道？我还要多梦几次。然后注意一下，他穿的是一个欧式的婚纱，你选的这位，哎，英文家教，英文 teacher 的。哎呦 ，Oh my God！欧洲留过学的 ，maybe 哦 ，maybe 哦，三号美女老师小钟哥的最爱，好，出场，看有没有 amazing。我不相信这种幸福会降临在我身上。他是才，你要二十岁不到吧？听听他的声音先吗 ？Ariel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el。小美人鱼，声音很甜美，很好听。你有到过欧洲吗？我没有，我之前是在南非读书。南非，哇，他走心了，走心了。好，那么礼物有带哈，礼物有带。现在可以看一下女主角，你的新娘。你偷逼什么？你偷逼什么？你偷逼什么？你偷逼什么啦？要逼看前面，不要这样子，侧着逼就好了。感觉一下，你还在那呼呼，好不好？还被宪哥抓到，一排被宪哥抓到。好，一，好瘦，二，三。好爽啊！啊！等一下，干嘛？你先让他说。你上过，
你当做面包店啦，外带咖啡，你不用你不用寒暄两句，直接拿走。这是我点的，您的早餐，礼貌一点，客家精神，节省，不要越走越过去了，好好讲话，好好讲。哎，你比刚才那个 VCR 里面更迷人，谢谢。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柔美，而且很好听，谢谢。然后你的皮肤很嫩，皮肤很嫩，碰到。这是什么态度？你们一出来就打枪炮。他只交过一个男朋友。你只交过一个男朋友？对。为什么只交一个？比较独立吧，我觉得就不太容易会喜欢上人家。啊，真的？那个交多久？几个月。才几个月呀？那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？那个时候工作很忙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可能一个月只休一天。然后再加上我们作息有点不太一样，然后就渐行渐远这样。对他的了解，对他了解是很幽默，非常幽默。他现场就讲一个冷笑话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超喜欢听。交谊嘛，连对对对对对，讲。周杰伦开车嘛，他不在什么动物？大象。为什么？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是冷笑，太有笑了。你觉得好笑啊？因为他非洲，所以他跟大象比较熟。那么有带来你这个个人的小礼物吗？哦，有有有，对，就是我手上这个戒指，还放中指。好用力哦！这个戒指其实是我家在卖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戒指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我希望我可以帮你戴上去吗？哎呦，不能戴到底哦，不能戴到底哦。但是很松怎么办？还是很松。老板，另外一个礼物。我举办另外一个礼物，真的吗？对，平常是我的个人专辑。哇，这个 OK 啊，还不错，谢谢。对，小东都是音乐人。你的面包可以拿出来，这是你的，我看一下。我先密一下送我什么东西。好，我帮你拿。这个那个我有加码，我有加码。有加吗？惊喜包，对，他是真的，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，真的假的 ？You know my heart, I will follow your heart。因为我最近有失眠的困扰，他送我了一个这个蒸汽眼罩，哎，好哦。然后他还送我一个这个厉害了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，我也是，很贴心的礼物。你好像没有很爱，我没有没有，我很喜欢。来，你带回去哈。人家你的唱片，人家都收起来了。我真的这很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绝对舍不得吃。好，绝对不会吃。OK OK， 整到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你现在，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Ariel。哦，四号是哪位？杜立，是我，杜立。我们唯一不怕就是你紧张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跳到。OK， 来。厉害了，你的number four 四号美女老师已经来了，一下闭上眼睛，欢迎我们数学老师又欢迎。阿肯难得爱情好兄弟成为最大绊脚石，芭蕾舞老师出场。哪一间学校是毕业的？对呀，大学是北体的，跟我同一届，我也是北体。我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。跟谁？跟我，跟大根啊！谢谢阿福，来谢谢。想要的多幸福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配对成功。欢迎我们数学老师又。的杜立，我建议你正经一点，真的，你不要，没有，你好香啊，没有，杜立，不要闯祸了，你不要闯祸了，今天真的要正经一点，这个真的条件很好，搞不好就是一段很重要的姻缘，对，可以一起出国的。数学你是教国中啊？国中是家教，然后补习班是到每个补习班当数学老师，那学生很有那个教学的能力，杜立。
有备好了。哎，你接受异国恋情吗？不排斥。哦，哎，有尝试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喜欢中国民间故事，达摩一苇过江。不要再笑人家了嘛。那么两位准备见面，一、二、三，老师好。正经一点，这样人家印象会不好。你冷静，对你冷静。他今天因为心里面的亢奋、紧张，有点无法控制。无聊的幽默来掩饰他的紧张，多给他一点机会，给他一点机会。Say something。OK， 你们聊一下。Hello， 老师好 ，Ava，How are you? Very beautiful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我又带了一个小礼物是要送给你。好。因为我觉得老师很辛苦，天天都要讲话。那最近天气是有点冷，所以我准备了一杯热巧克力送给你。谢谢。热巧克力，而且是我自己先泡的。对。刚好生理期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杜丽，杜丽这个。就你们永远赢不过贴心，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他只是他这一杯啊，然后去到那边热水有没有？然后热水弄进来，手进去拉拉，很感人，是这样子变成巧克力，他搅一搅，对，搅一搅，二度灼伤就变巧克力，就变巧克力，哎，无对对，手就变。其实我说你要不要吃一口？哎，我也哎哎，巧克力备的是护手霜。因为男生就是冬天比较冷啊，然后就是比较容易皲裂。那你就准备这个礼物，你要不要帮我擦一下？哎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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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太过分了，麦哥甜啊！我跟你讲，助力上会这个错失江山。对，真的，男生不能一下有肌肤之亲啦。男生不要猴急啊！谢谢谢谢 ，mostly 哦，谢谢，而且是韩国的，韩国，谢谢，从韩国带来的吗？对。真的，你在韩国买这个？这个是韩国买的，对。所以是你也很喜欢去旅行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有一个机会啊，我一直想三月份的时候要不要去韩国？那我多了买了一个机票，然后想说，如果有空，我们就刚好可以一起去。这种白贼话你也说得出来？非常威，非常威吧？哎，你这样怎么会把得到呢？对呀，三月的机票，三月的机票，三月的机票，现在回家地刚好还有三月的，三月只有雪吧？哎，可是老师之前，你其实对他好，他就会有感觉，因为他之前碰过一个很糟糕的男生，真的很糟糕。其实应该是感情运一直都不顺，就是遇到的男生都不是很好，是对。然后曾经也遇过，就是他出现之后没多久就突然不见，就是也没办法人间蒸发，这种闹消失的最糟糕，没有责任感。带你出去玩之后，隔天就再也联络不到人，这样。会不会有发生什么事？发生意外？他大概一年之后有出现说他是为了去努力啊，然后想要怎么样？可是我在想那时候应该是他有正式的女朋友，有很多人都被骗，什么都白骗人的。对，那彩排来，请你们做个好友。谢谢 Ava。哎呦，第五位谁？我就是我了。Tiger， 来，请到前面来，芭蕾舞老师，哇，真的很紧张。能 Q 能 Q， 礼物有带啊？有，太好了，加油了啊！对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你可以。闭上眼睛，一起来欢迎我们芭蕾舞老师出场。160公分嘛，对，身高是配的，但他对吗？登对吗？很匀称，还不错，很匀称，正哦。阿虎，谁跟你登对都不是一件好事。哎，你好，依依老师，两位，阿虎准备张开眼睛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，哇还断掉，哇，怎么有音效啊 ？Say something 来，哎，聊聊聊，你好。你好，聊一下，我是阿虎，我是阿虎，嗨。哦，其实我很在乎那个老师是哪一间学校毕业的。哦，真的？对对对，你可以告诉我你是那个贵校是？我是北艺大的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加分，这真的加分，加分，加分，我很在乎。加分加个屁分呐！你要不要加分才是？你念哪一个学校？你念哪个学校啊？我念那个台北体院，也有个北体。哎呦，北体，哎呀，其实不错了啦。对啊，很好的呀。大学是北体的。你大学是北体的，你们阿虎几岁了？我28，24，24而已哦。那应该跟我同一届，我也是北体的。你是我学弟，我是24岁。对不起 ，OK OK OK， 就是我跟他。
同年同月同日生。跟谁？跟我。跟大哥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跟我。我知道你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当然就是要先看一下你们呐、啊，今天来宾那么多，我就是要想要了解一下。谢谢阿虎，来谢谢。想要的幸福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感谢配对成功，感谢配对成功，所以我已经就是这样就淘汰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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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为我们同校礼物还没拿啊！对对对啊！对了，赶快不管选不选我，还是要准备一下，不，我还是要送你我准备的礼物。好好，来，我要送你的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跟这个东西一组的。什么啊？啊筷子，筷架啊，筷架跟筷子，对，它的那个谐音就是希望你快点嫁人。筷架，那嗯。那你，那你是出去吗？对，那你快点嫁过来。祝福啊！对，然后你那个就是下了节目之后，你再把它还给我，就是希望你快点嫁给我。快嫁给我！快嫁给我！来来，你有东西要送他。哎，现金价。现金的意思吗？就是因为希望可以补充体力，男生不都很需要补充体力吗？这样。送这个，他怕你晚上太操劳了。希望你表现好一点。对啊，谢谢谢谢，我会努力。哎呦，会是吧？会来，依依小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的，接着下来，五位，我相信呢，在人生的路上，有时候只是一个一惊鸿一瞥，很难做出什么决定。对，现在你看到全貌，人就在这边。五位美女老师来了，有没有？对，现在跑票吗？哦，想要换人的，大根要换吗？刚才在第一阶段的互动之后，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不换，坚持，对，坚持，有感觉，坚持，选二号，二号Vanessa老师的博彦，哎，先不换好了，嗯哼，对，嗯，好，那三号，三号是我选的，你，对，小钟哥不换，我是 Ariel， 嗯，你是 Ariel， 好，好，四号 Evan 老师。现在五位女子已经带到更前，很为难，很为难，很为难。民女都来到堂前，不是你刚刚是跟 Eva 互动，对对对，然后你现在站在里面犹豫，我要把我的 Ariel 抢回来。哦 ，Ariel， 所以你的 Eva 就不了，放掉就不了，是交换还是换？五号阿虎，因为这个刚刚他已经很明显的就知道他一定不是选我。因为他选的应该有可能会跟大根，对，但最有可能是五位都没选你，对，但是有赌有希望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决定跑票，跑票 ，Ariel， 小美人鱼现在有两个人在抢，对，然后小心，竟然三个人在抢，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也对也对也对耶 ，OK， 好，和平竞争嘛，好的，现在我们要让你们来互动一下啦，粉红泡泡剧场来。一号老师都会写粉笔或干嘛嘛，所以我想要让那种老师下了班回家，手上残留一些粉笔灰，然后把它擦干净，那样爱惜他的皮肤那种的效果。一号，30秒互动开始。哎呀，亲爱的，啊，你把这个字写完好了。2016，在小明星大跟班这个舞台，告诉你，我会给你满满的大张的湿纸巾，希望你不要一直用手，因为你看手这么白这么嫩，万一弄粗糙了怎么可以呢？一定要把它擦干净，而且你看这边还有粉笔灰，有没有？要把它擦很干净。中指也有，中指这边也有。这时间太好了，好，请回，就这样，这么快，没了，就这样，好好 ，OK， 好，老师自己感受，自己感受，他自己感受。二，博彦，哦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你的愿望，你的小时候幻想是什么？独立为老师献唱的歌，森林镜像身处非洲。我一直希望我可以唱一首劲歌，哎，给老师听。我脑袋有非洲的草原，这个非洲是个东西，羚羊啊，你也抱来分，但是这样。你的愿望是什么？你的愿望，你的小时候幻想是什么？幻想是我小时候看老师写在黑板上写很多字，对，我就幻想要帮从那个老师的身后帮老师擦黑板。Oh my god！ 哇，太帅了，长很高了。对，可是 Vanessa 也很高，会不会把你挡住？可以不会不会，因为我还比他高。好 ，Action！
哎，老师不要洗完，我帮你擦。你再写一次。哇，好辣吧？好讨厌，好讨厌啊！我哇，下一个字是，我是，不要写完，这样就好。我们把最好的话都留在心里面，不要说出来。OK， 好。就是一个恶作剧的讨厌鬼。可以，好，来来来来，三号，三号，哎，三个人，三号，三个人来抢，哎，抢牌，三个人剪刀石头布，好 ，OK， 小钟哥，哎，你可以先。什么逻辑啊？没有，因为他不一样。小钟，你的幻想呢？你的幻想是什么？其实我会幻想，就老师就是他在写字的时候，不小心笔掉下去，他要去捡的同时，我也下去捡，然后两个人四目交接那一刻，慢动作那种感觉，对 ，OK OK， 老师笔迪迦，对，预备 ，Action， 一起一起，哦。老师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有四目交接了，有高兴吗？有开心，杜丽，哎，杜丽跟，换我，换我，先到前面，好，杜丽来，杜丽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我一直希望我可以唱一首情歌，哎，对，给老师听，对对，因为他们都很漂亮，我希望他们就是永远没有变，好，所以我就是。希望他们 just the way they are。Just the way you are。不是 just the way you are。这首我两首都会唱，但是我今年要唱的是。Don't go change。好，这个这个也会。Without her trying, cause she's so beautiful,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. Yeah, I know when I compliment her, she won't believe me. It's so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't see what I see. 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, do I look okay? I'll say, said when I see your face, baby.It'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, 'cause you're amazing, amazing, just the way you are. Yeah, yeah. And when you smile, darling, the whole world stops and stares for a while, 'cause you're amazing, just the way.男人在展现他的才华的时候是最帅的。对，我脑袋有非洲的草原。对，而且这个可以说是跟东西不一样的，羚羊嘛，毕业过来生，但是唱唱嘛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彼此的心情的互动？等一下给他们自己去选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美女老师，下一位。啊，这个时候才叫我出来啊，我压力好大。这样子啊，其实我是想，就是其实因为一直以来就是老师比较就是强势，所以就是现在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想要霸道一次，就是老师在教我教书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他在斥责我的时候，我要抓住他的手说，老师，我不要当你的学生，我要当你的男朋友。Oh my god， 好帅啊！哇，那我帮你选一个霸气，帮我选一个，所以你是他是天王 Ariel 吗？对，我刚刚是换三号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好啦，让 Ariel 来啦，真的吗？对，让你来来来来来，好来。我教你教那么久，你怎么什么都还是不会？是老师。你这样我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你都没有认真。老师，讲过来一点。我不要当你的学生，我要当你的男朋友。感觉是我要当你的终身人。定位是谁？定位是你。都有了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了。哦，都配好了。一一，本来是谁选我？对，那你跑票跑到三号，五位都没有选了一。啊。好，一二，一一选。
选的是。好，一、二、一，一选的是开。小庄哥，小庄哥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依依。我喜欢成熟的男生。你那一张单子给我看。妈呀，他如果写你，我就真的。什么？虾米？又请问 reporter？ DNA reporter？ 谁问 reporter？ 又请问 reporter？ 小孩是谁？小孩是谁？没有人选他。Jessica， 你给百万。他选择的就是。博彦，博彦跟小钟哥，博彦哎，欢迎 Vanessa， 来把你的成绩单拿来。啊！哇！今天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哇哇 ！Vanessa 选择的是博彦。见面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手牵着手走出摄影棚，也不用啦，握个手啊，或什么，对啊，寒暄啊，问候啊，再一次谢谢你选我，谢谢，哎，对啊，不错，重度粉，好，祝你们幸福。先帮我挡着这个哈，挡着这个，再来是小心的，我会看一下啊，小心。小心谁选了？大根选的，大根。小心大根选，而且从头到尾没有变过。小心大根，小心大根，小心大根，小明星大根班。哎，对耶，咪牌，嗯，独立啊，哎，好，又不是我，不会他是中选的吧？公布答案，小心老师选择的就是大根啦！真的，真的就选中我哎，哇，真的想不到，哎，两个配对成功了。想不到哎，好感动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讲讲话，讲讲话，聊一下。哎哎哎，怎么会选到我嘞？你很有幽默感哦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也很蛮喜欢模仿的，所以想说，对对，两个都会模仿。对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们应该还蛮适合。对，我也觉得我跟他蛮适合，所以这首歌我送给你。今天的你的号码是一，我大根在这里，只争选到你，我的心里非常开心。开心哦！但是我发现你，竟然你的选择也是大根就是你。我是很开心，喜欢跟你在一起啊。再来三位都选，哇，三个人有可能都不会中，是要这样对不对？请起立，哎，真的，他们要闭眼睛了，闭上眼睛，好吧，那你就过去跟你选择的第一位，去牵他的手，然后手都已经伸出来了，预备，三二一，三位可以睁开眼睛了。什么？陪我到最后。最佳第二人小钟。哎，今天五个有四个都选小钟哥，但是都不是他。是感谢那是你。博彦，博彦的体力各方面都很棒，所以你可以三位一起交往。谁跟你三位一起？没有啦，交朋友嘛，交朋友，对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。刚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祝大家幸福啊！小明大